你以为这徐还明不光如。有这个一个大连实德，就是所谓的塑钢门窗吗？他一个赛德龙热水器，银行7个多亿贷款，你连那热水器你们都没见过吧？啊，那赛德龙热水器啊，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7个亿贷款啊，要你可不可怕？你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7个亿贷款，那时候许家印你在哪儿呢？对吧？他们怎么就骗了7个亿贷款呢？对呀，就是银行骗嘛，弄点东西所谓的抵押嘛，啊，完了弄出钱来就造了，就行贿了嘛，对吧？就买这买那了嘛，啊，这个东西是让人实在是就是内心的气愤，又悲愤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辛辛苦苦都老是百我姓们老百姓的的，钱，而且我们要去在场上拼命踢、拼命练，你还不能受伤，你最后他说了，你体能不行，心理素质不行，临门一脚不行，他妈不刻苦、不认真、不团结，这帮孙子都是假的，我们啊，我就真的就像七哥说，啊，你八辈祖宗。